第三场错谋。巴拉为了要除掉海俊而摆设酒宴，趁他酒醉派人背到百花亭，因为自闯百花亭宫禁之地就可处斩。Thank you.
堂鼓，巴拉那银盖鼓，毛竹三姑娘，今天六米过去，一来多个将军不等你了。你不过岗，你哪个？你哪？哈哈哈哈哈！Oh, oh, oh.
好，王财大吉。